600万钱，若是少一分，我会让你苏母遮在扬州，永无立足之地。李龙道曾赶进扬州，他们连朝安都敢勾结，更何况扬州呢？赵婆子，刘湛，徐少师，要盗匪闯入郡王寨就杀杀无辜。 一次逃到了明镜台，还请大都督府稽查。走。苏督政，徐长史查案，还不快快出来觐见？走。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些天打扰了，等我伤好。 我就立刻离开明镜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燕子京在扬州消失了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我愿意与你做盟友，而不是敌人。所以你的意思，是我可以留在明镜台？张局长，来，哎，起来，你这。 张局长，那个饿不饿？我不饿。这个正好端午节没事呢，要不你去厨房准备点吃的。可是我不会烧饭呀。正所谓人活到了学到了，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学学做饭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我忙着呢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我在这炖。你去吧，我去。